就嚟到 day 4啦，今日嘅第一餐咧就去食一间甜品先，因为琴日咧实在食得太饱嘅关系，所以今日已经冇食早餐啦。而家咧就嚟一点啦，我哋约咗呢个时间咧就去食一间好出名嘅 buffet。晏啲咧去 cafe 度揾水叉耶。今日天气真系麻麻地，好阴阴沉沉，令到个人提不起劲。有几提不起劲啊？又要吃甜品，都是上網預約的，一個星期只是開四日，選的時段就只是12點、1點、2點和3點鐘的。如果你們要去預約位的話，就要前一個星期和下個星期的位置，一個 session 就只可以有十幾個客人在這裡。對上一個 season 就是出士多啤梨的，我們剛剛來的這一次就轉了，轉了就是金桔系的 menu。通常在甜品店咧，佢都會俾一張呢啲紙嚟嘅。呢張紙咧就係介紹翻你款甜品入面有啲咩材料喺度嘅。呢一個係呢一度其中一杯嘅 signature， 就係金犀牛嘅 soda。佢叫金木犀茶，係咩？頭先我哋講金犀牛。桂花烏龍 soda， 第一次飲到呢個味道。幾 fresh 嘅，我哋咧就嗌咗一人一個巴菲，最出名最出名嘅巴菲。有兩個雪糕球啦，跟住應該係蛋白霜嘅物體啦。呢度用咗一個好似好薄皮嘅春卷皮咧，包住咗啲士多啤梨啦、朱古力啦咁。下面咧有啲金桔啦，同埋啲餅咁樣嘅蛋白霜，呢個係鐵觀音味。淡淡嘅茶味，佢呢個茶味又係好特別嘅茶味，估計應該係黑芝麻再加啲茶味嘅雪糕。下面咧就有好多金桔，金桔係冰曬喎。下面有一個好奇怪嘅味。中間呢個位咧咪仲有呢個雪糕嘅，係黃姜味雪糕。好啦，跟住我嚟試下呢一嚿春卷皮包住嘅。是粤式春卷皮啦，上面加有士多啤梨啦、朱古力啦同碎碎，仲有啲梅味添。食到底下咧就有啲饼啦，啲饼都系茶味嘅饼嚟嘅，茶饼好味。佢下面都有得卖茶饼嘅，有啲啫喱凉粉嚟嘅，系一个几特别嘅 combination 嚟嘅。佢呢杯系热嘅茶，都系有落桂花，甘甜味。跟住嚟试我最中意嘅士多啤梨。一罐作風都是會落咗啲桂花喺面頭，仲好甜啊！啲士多啤梨點解咁快轉季嘅？士多啤梨都係最好嘅，上面有啲桂花啫喱 mix 埋啲士多啤梨啦，跟住底層有個唔甜嘅 mousse， 我都有少似牛奶 cream 嘅味啦，餅底咧都係淡淡地嘅，咁好唔好味啊？你覺得頭先個甜品都可以，我覺得幾有心機。是有心機，但是它的金桔就加了一些鹹味啊，加了一些香料，如果你喜歡香料你會喜歡，但是 你當一個水果巴菲這樣吃就不是那回事了，它是比較特別的味道，而且是多重口感的味道的。下個地方啦，我以為有嘢食咯喎！哎呀，佢俾人搶咗，佢俾人搶咗，快啲俾落！咩咩？八。講啦。哇啦！佢隻手軟淋淋嘅。三款嘢食嘅，一個咧就係俾水賊啦，跟住呢個係俾刺猬，呢個係龍貓。啲毛毛好濃。
瞓緊覺想食嘢喎，唔食啊！He's Haru. Two years. Yes, or two. 你睇下佢，食緊嘢啊！佢隻手仔仲揸住仲一粒㗎。好瞓咗覺啦，佢嗰只都瞓覺。我哋差唔多玩完了，我哋 book 呢個時間咧係玩60分鐘嘅。刺猬嗰度咧就一定要戴手套，唔可以抱佢出個籠出面咯，因為會驚佢整親咁樣嘅。好似加咗800 yen 咧，可以喺入面抱佢咯，係真係好得意。如果大家離開東京想親親小動物嘅話咧，就可以嚟呢個樂園嗰度，佢可以抱啦，可以摸啦，同埋我哋60分鐘咧係包咗兩個嘢飲嘅，咁我哋就可以撳兩杯嘢飲。